李朵，这么冷的天又跑到这地方来背柴了。李朵真的是太辛苦了，太能干了。吓他一下。嘿！你吓死我了，你，我差点打到你了。李朵，这么冷的天你还来背柴呀？哎，现在那个天气这样的话，背柴的话会暖和一点。 而且你看，这几天都不下雪嘛，所以我想赶紧把这些柴背回去，要不然过几天下雪的时候，要把柴给覆盖住的时候就不好背了。哎呀，你过几天出太阳的时候来背就行了呀，肯定会有出太阳的时候啊，对吧？我怕现在这个气候的话，我怕马上就要下雪。 你怎么找到这里来的？哦，今天有点毛毛雨嘛，我以为你在家呢，去找你玩儿，然后你没在家，听你小妈说你上山来背柴来了，所以我跟到这边来的，有没有吓到你？吓死我了，我差点打到你了，我。你现在弄好了吗？嗯，好了。好了，就我们就回去好吧？太冷了，这个天太冷了，太冷了，哎呀，你一朵真的是。 一刻钟都不能停啊！只要有时间就在干干干，真的是。下雪的话，人家一直说嘛，我想再一点点。这些东西可以过几天出太阳的时候来干了嘛，对不对？我只能扮演个绅士。下雪的时候也不好背了，我想尽量把这些柴背回去。 但是你这个天气，你看又湿又滑的，你一个人上来背，你摔倒了怎么办？我来吧，一朵我来，我来，好不好？我来，没事，哎呀，这顶我来吧，我经常背，这个都习惯了的。行了，那行来，哎呀，你真的是太能干了，那行吧，走吧，走吧，我们回去。 又湿又滑的，哎呀，哎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哎呀，有没有事啊？有没有事啊？啊，没事。哎呀，一朵，你真的是，你看，哎呀，我说了你都，我听话，我怎么了？啊，没事。哎呀，是，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，我们先起来。如果我们见过许多你以后，你是否还爱我？ 你把这个柴放下呀！你把这个柴放下，你人起来呀！你看，哎呀，人都摔了，有事吗？没事啦。哎呀，你真的是，哎呀，一点都不让人放心。哎呀，真的是。我刚刚就是走的太急了，然后不小心被那个草给绊倒了的。很爱很爱你，所以愿意舍得让你往更多幸福的地方飞去。